Here's the thing about seizure hops. During it, my nervous system gets fired so much that I get transported to another dimension.你要去哪？那你找谁？朋友。那你有 GoPro 把它录下来？OK。店很多。这是 Today is my brand, this is your brand. Let's switch brains for 1 second. I'm actually glad just to be get away from Vita for just a little while. I'm going to go to the 他喜欢玩方块，对，我刚刚讲过吗？就是那个人。 真假的，所以你刚才比我 close，从来没跟他讲过话。那边有一次我们去宜兰，然后拍有拍那个是不是？拍在草原上面。不是啊，那是大溪。宜兰。是宜兰那边一个民宿。就拍你，然后怀孕那个是不是？嗯，然后跟老人。哎呀。 你跟他讲话，对，跟他讲什么？我们不是还记不记得有很多鸭子？骑脚踏车。我希望我没有，我想去远方的天气很好。
我到现在还会用那个片段照的影片。我现在比较正常，你也觉得这样觉得？啊，东西还是一样乱掉啊，然后还是不修边幅啊，完全没变啊。那你现在又拍这些影片在干嘛？那也不是故意要拍啦，就是。那是怎样？我现在影片越来越少 sex 的东西。那为什么要拍呢？是怎样？那天就是我不爽。不知道，就那天就好像我不知道，就做出来。那个女人谁？对啊，算吧。那你来约我干嘛？又是约我啦。有他吗？好吧，那你就珍惜这一次最后一次见面吧。所以他应该是之前那些很多的女生其中一个吧？算是吧。就现在比较固定。那你离我哪一个？多女生是固定？那么快干嘛？这么快回家？我跟你讲，你不知道我上新闻？我不知道你上什么新闻，你没讲。皮影头成功。那是你。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他问我说：“所以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我说：“对。”然后他说：“所以他现在住你家？”我说：“对。”要把 block， 他说再也不用讲话。你是恶魔的象征，因为你就是我以前想要的。你想要的是恶魔。我以前跟我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心里就一直有一个恶魔在。那个恶魔就是性欲，然后化身就是像你这种女人。那你有没有爱这个恶魔？对，所以我有爱这个恶魔，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很 fucked up。可是你现在却变成你的恶魔，我现在已经变成我的爱的天使，已经变成我的天使了。所以说你现在又有别的恶魔了，对不对？因为你现在也怕我去干别的女人，想一直跟他当朋友。可是你是爱他还是爱他？可是那种爱已经是不是那种？你跟他讲清楚，你跟他讲清楚。我没有跟他讲清楚。对啊，真的就以为啊。可是他就是要男女朋友 forever， 可是我就是要那种超越男女朋友的爱，就是那种只有爱。所以你们一开始，你们应该一开始就先断。那你看，我觉得我每个阶段，我的人生好像一格一格，就是每个阶段就是一个女人，然后那个人好像一个 life。就是一个 life，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女人就变成另外一个 life， 或者另外一个宇宙，懂我意思吗？好像说我现在听这个歌，我就想说那时候我在听这个歌说，我还没有认识我前女友、欸、我刚刚在难过的时候，我的那个我已经死了，我跟我前女友的那个宇宙已经死了，消失了 ，mind 跟我的 mind 没有 connect， 没有联络的话，等于那个我的 consciousness 就永远不会存在。当我听这歌的时候，让我觉得说，其实我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人的存在。我上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还没有认识我前女友，然后那个我也不存在，就是认识我前女友的那个我也还没有存在。就等于说，有个哲学家说，你不用怕死，因为死就好像你还没生出来之前的那个空间一样，那个黑空间，所以每一个都经历过了。Even the different kinds of love, like it shows in my videos. Like videos I do with you, it's like lights and like rocks and nature and sky and Yeah, so I don't
you understand? And then like with like Vita is like it's dark and like in a deep ocean and devil. Yes, deep ocean and like the club and things. Yeah. It's crazy, and the right? And yes, yes. And the cars. The cars, yes. But with Vivian, it looks so innocent. In the middle, innocence. It looks like so innocent, so angel. Smooth, so I don't know. Yeah, so angel. Like angel, like riding the bike. And, like, it's so simple. I think it's cool to experience them all. I don't want to say one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